贬低，也拿算便宜了。我要像上次在银楼抓了那个强匪一样，一枪彪。穿衣服的色魔从这里走过去啊？没有。哎，警民合作啊。哎呀，记性真坏呀、啊！我刚刚看见一个没穿衣服的男人往那边跑了。谢谢。等一下。啊？干嘛？你的衣服很特别，你裤子下面怎么会有两根海胆？啊？啊，海胆花嘛，走单种妈咪买的。谢谢你啊。好了，我老婆出院的时候，我也叫她帮忙。哎，冯先生，你在干嘛？衣服很皱啊。下楼。做什么？我睡得很不舒服。是不是啊？这袋子太重了，送给你。啊！啊！早点说嘛，吓我一跳。